我当叫你买车，互你试驾。啊，后车可能拄啊等后礼拜，后礼拜过可能真正无货啊。一包我无买啊，一包我百二，两包你也是来一包，一百块来，黑胡椒的鞋子，一包可能。这色个啊，这色个啊，等于你只要解冻，马上就可以吃了。哦，啊，但是用我烧啦，加热比较香。来，一百块的。有鸭，来一包给我，两包你，一包一百块来。熏鸭有太有熏鸭哦，今天有茶香熏鸭哦，来一百块来，一百块两包你，两包你，一百块的，一百块来三百块的。黑胡椒二节是这已经熟了哦，回去直接加热就可以吃了。来一百块的，一起包包拢啊。来一百的，一百块来，黑胡椒二节是底下打。来一百块，阿姐你去请侬来吼，诶，真正好食，真正好食。二茄子一百块，黑胡椒二茄子，这样你有买无？我买啊。你买啊？我跟你个臭干部的，都是比起来，我来一百一百的，一百块拢有啊。你想拿钱的？哎呦，二茄子拢买了呀！哎呦，感谢您呐。来啦，有买二茄子的，三两边的落，像这边的落，一百的。一百块无回来哦，无。啊，不过我安尼开张铁三下班。来一百块三百块，拢回来哦，来五百举手来，五百二节次的来，一人两个这下，三下四的五，刚才恁五个人过来，去包提五包。五包，几次啊？哎，什么？看大包比这个大包就算。椒盐鸡翅哦，先生。还有五椒哦。哎，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好卖啊！我实在无想要搁收嘞，你知道无？要紧，恁五个人客，这两包我搁要卖恁，但是无多较俗，赶快一百块我嘞。啊，这一包酱烧鸡翅我就不卖了，就送给你们五个客人，好不好？来，两个上去包。这嘛是新。这嘛是小的价钱啦吼，其实伊阿哩嘛拢熟个啦，像烧鸡翅个三百，一百块你要买一百了吼，还没有，还没，等一下，还没这里哦，我两包再送一包，我会被他们捂住哦，轮流围殴，这是生命的问题，不是我不想买你。来，上五倍来，哎，我用黄牛呀，我安尼我来当下班了吗？来，五万来，啊，上面吃荧光棒诶。好吃哦，真的好吃哦！哎，这比一般蟹肉饭更卡嫩更大肉些。拜托，再去买一点。金米花搁咧几只啊？咧油不够个啦。得未了。没了，来，蚵丸买起来能发过来的。哎，蚵丸。超级好吃的哦，芋头丸，两元的哦，来两百，来交钱费来，两百的。来去吃个两百块的，两百块，两百的。几只？八。你那请假没有那什么打弄的请假吗？没有买过的，你每次跟看我卖两百块，我也不敢，我不知道好不好吃。来给他一个请假，去把过来的，我完没去把的。下次好吃你再买两百，今天不要买两百，一百块就好了。有什么好吃？因为就偶尔哦，吃起来真胖真瘦。我来这包两个不够胖，两包卖百五，来一百的，两块后一百块的。蛋黄我完来，几百块，一百块，起价啊！好抓一边两包，好吃一边两包，来几百块来，一百块拢来哦，我完几百块，来阿弟弟也收我完几百，几百块，哎，恁兜剩一克啊，爱紧补回啊呢，来几百喽，多加点，多省，来阿弟吃蛤蟆哦，蛤蟆来先来给我传落去，啊，迄个青米花记好未？哎，拼盘阿袂合理哦。哦，我刚想着，我刚看到仪器间，我是讲阿卡这里啊，压也要用压啊、哦。你要叫压吗？很贵哦。来，等爸过来的。别讲哈，这个帝王蟹棒的非常好吃，你要加下去煮汤、煮粥、做冷盘都可以。基本上只有八个客人可以。三个、六个、七个、最后一个。好，先七个客人，来两百块的，四条、五条、六条、七条、八条、九条、十条，来一人再上两条，十二条，来两百的，
在日本哦，买一条哦，台币大概45块哦，四五十块哦，哈，来，打开就可以吃了，来，背表来，发表来，上表来，技能表给我一来，哎，日本人都直接打开就吃的，真的，我们台湾人也不输日本的啊，那棉套那挂多少回去啊？来，冷饭来，200块来，200块。十二条，嘿，来四来，那个七来，过来到来走，哎，这囡仔做爱吃哦，真正爱大人买烧青哦。来，最后一个人给你来，帝王蟹棒，来，200块来，这边，过来，李佳，来，最后一个人不玩哈，帝王蟹棒来，4条、5条来，5条、6条、7条、8条、9条、10条、12条，最后一位了，来，200块来。礼拜天下午太无聊了。对啦，来那个皮包吼，那个钱最好拿出来，阿伯，你客气拜我，看见拉链夹着，手多手松啊。你泡面啊，我泡面啊，来啦，来，别抢，金牌的来，1000块，哎，等等，哇，那个金米花钱不贵了，两个都卖了。来，金米花，刚才一份200块的，来，金米花来，开始，哦，金牙不靠你。来，各位幺九七包什么？二百四八三五三八，存两包两百啊！金米花200块，花队来200块，最后两位了，金米花200块，真正好吃，你看金米花别不倒了。来200，一人200块也抽金米花，差嘛200块，人家都收抽，这个差不多几包有够吗？这个两份啊，这都是差不多买的两份啊，难堪了，尴尬了，没有关系啊，你买一包就好了。来，要吃蛤蟆的哈！我来讲，蛤蟆甲鱼皮卖完，我随品牌，哪个品牌小火？你就是顺风喜哦，你给我2杯18的。要吃蛤蟆，杯几百，杯多少？给蓝山出来呗，来20块，我都开始赚了，不要衰啊！我其他都准备去工会，你都唔爱参与，对哇？赶紧赶紧，我可以啊！讲完了，讲完了哦！我等3礼拜终于吃到完。姐啊，他过来用我大人吃啊，那个跟用我小哥来吃。来，蛤蟆你再弄咩料咧？无，蛤蟆你唔免客气，我请我一盘，大家拢会使买20块。哎，你只要要煮要吃，你就会使买啊。你慢慢等你炒者呢。姐，要买多啊？我买你阿斤买多呀。我还辛苦伊啊，谢谢啦哈，明天办的哦。哦，啊，等下咧饮的时阵饮一杯我的。两三十四个人去，13个哦，来吃龙粉包包的，其他两三粒啦，其他两只三个人去，两个人吃哈，现在我袂坏哦，啊要求，我袂对哦，不好意思，我啦话费，你来搞工费一百我袂记，你爱随搞工费无？寄来一个箱子给我，我不要，我不要，来你袂要吃两。我来讲，今仔嘛无要花200，我咧鱼皮足够的哈，而且无钱来100块。过来，要吃，来先甲迄个来，来要吃青海鱼，好不好？好。几只牌子？来，野生白虾，刚才谁买的白啊？来，谢谢。姐姐，你看，把只盘子拿过来，啊，你想啊，多少坑烟，多少好？有啦，来，弟弟拍摄，哎，啊，坑烟，放这边。放平的没关系，别来别敢弄掉，弄掉我把冰瓜拿三个下都来塞得了。来，还要上队来，谢谢。来，小姐来，谢谢。来，来，哎，陈阿姨，别开我爸啊，来300块我水客啊，别等。对于300块，阿姐就是平摊啊，来300块。来300收钱的，收钱的，你金的，300块都来吃的，给我你来。几个买？陈阿姨个规定。鲑鱼还要几块啊？鲑鱼啊，没有了。我在装袋了，来300，对不对？两个人还要，准备吃青海鱼吧？好不好？300，一个鸡卡好个吹头。来300都行。两个人啊，还有个别的，分台一下哈，好不好？来300都古老木新之星啊300都等于300两位又提着钱再放在里头人生糯米鸡我光放钱腿那么便宜都行来300都胖的来300都啊等于这边钱吧
再卖一个300块。乖哦，你被赏了哦。三大叔说卖一个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不好意思啊，我尽量很快的哦。来，最后结算那里三万哦，300块来，再接下来，那没有了，三个客人买就好了，真的，哇，超便宜的。来，要吃拼盘的来，1000块来，1000块的，我们陪你哦，开心啊，对不对？所有的先，就请上。有，一站就我厉害啊！还有什么？开始一站就我厉害，我有一站两步。来，1000块只有一位啊，请客排在这里。哦，我徐边啊，来1000块。我一百二千年，伊就足爱来，爱我规矩，直接买一件白装安尼看，免底下走来走去啦吼。来，1000块来，几个在吃？一个尔，又一个买船，起来上来。哦，我这汤类拢足赞，足别人爱吃。来1000块多，爱想你挂几万，去想下，对，来来来，1000块多。栗子炖鸡呢？你这好料呢？来1000，几个妹？一个妹来啊，1000块。鸭哟鸭，你喜欢吃哟？来2000斤，2000战斗力的跟跑起出来。这只吼啊，这太空鸭、熏鸭非常好吃，可以拜拜哦。1000块的，1000块，这是干的，这是干的。来1000个，来大哥，没两分哦。大哥今天有备而来。三个。1000块哦，我逐摆拢行过车，拢哦，你今日20顿袂来1000块，几个要吃？三个要吃呢？1000块拢歪啊！啊，剩咧无要拼盘。螃蟹、啊、好。螃蟹好，来1000块，对有那个方场啊。生的蟹粉都给我，生的。我给三块，哦，啊你若爱吃，加买块，哦，请问大哥的买两份吗？你上次来也是买2份，是不是？哦，对哦。什么物件？蛤蟆头才3点钟，多少小姐给恁来？最好。蛤蟆十三个，一起来咱两个接礼盒一包来备注。这都新款嘛，一件100元，来1000块，这3元，来1000块。四哥，还有没有喜欢这款的？黑一只鸭吼，绝对吃袂饱。爱搁一只黄金鲍鱼翅，安尼哦，这个家庭好玩不？我做分享嘛，来1000块，你有一只干鸭，你搁要干鸡，你是贵咯，汤都唔免汤啊，伊啊。我哎呀，而且你要给他买2盘，我一盘全部，来1000块的螃蟹给他补两块就对了。来1000块几个买啊？五个。面给他。我三个上。我来。这底薪吧，提出来上。恁福气啊，这底薪都达过来啦，太清爽了。你回去加热就可以了。哦，加热就热，这一包也干得够大的。我靠，你这点盘，你招不招人吃？不要啦，大的啊，1000块。来个上面冷包地基，这也一样熟了。你回去不用再加热，哎，不要要加热，哎，不要加热，来1000块，1000块。只有6个，不然要吃无？我安尼送袂少呢。啊，你搁咧看？快啊，1000啊，可以收几个呢？再送2个鲍鱼，你不用再买鲍鱼了，1000块里面就有鲍鱼了。来，1000块中包来，1000块弄完啊。对了啦，6个而已哈。来，哪里人可以来？去广东我边啊。天啊，看袂见啊。拿去1000的，不要带病。我去买嘛，小姐的。安尼，互你单了，结束啦吼。来，阿过来，钱嘛来。来，安琴，安琴哥，阿哥哥话嘴。大车甲卡拢走走出来啊！来，有要吃的卖买1800，来500块来着。要吃安琴的动作看下，来500块好无？来500块。我一个帅哥要吃俩是吧？这个男的叫吧。对嘛对。来500安琴，500块。那都要吃啦，搞阿问哦，我爱吃只4包，我们今天人情价是就这介绍，来2斤800，卖你500，等下要煮一碗饭，甲切对半，蛋来煮，蛋来滚倒，来500块，我要煮一碗饭，用我烧倒，随我烧倒，500了，在里面啊，全部拢给你，哦，一起来过来。500了，是2000，是500。五
五百块，对了，要吃红烧，来五百块，一车哩，两车哩，会用吃金杯哦，来三车哩，来四车哩，来五百块，来七车要了，来五百块，要吃红烧的快点，五百块，中午啊，下面多少钱的买来啊？五百，红烧买五百，来买车走，大哥，等我，来大车要买的。我唔是干那遐细行诶，我多病诶，我只红烧毛太刁病。但是你要吃，爱紧甲我讲来五百块红烧，五百块来，那块钱，五块钱啦。来五百，真正一个咩啊？我讲啊，我咧红烧诶吼，这少年家己吼，摕一包只大包吼，叫我甲卖完，对我根本要出地啊。我不了钱，我就要甲卖完。但是你爱先甲我买五百块。我后壁绝对对恁欢喜，真的哦，我不开玩笑的。来五百块。来五百块行情，行情要吃开五百。四只五百就赚二块啊，加五块钱啊。喂。你若袂晓袂晓煮，我讲嘛，放个电锅吹落小水来，吹落小水当起来。这已经熟了。其实你若伫车顶吼，落雨天你无爱买买大米，无爱买买肉色粉，啊，就开去当车顶安静坐坐，唔免烧嘛，黄金，安尼嘛最好食。来五百，他刚睡醒哦。哦。他刚刚你三个蛮吃早的哈，感谢你三位甲我帮助。为着卖哦，阮哦，安静少年党尔咧骑车骑来骑去，我决定要甲了了的，互你再了叫，再歹势去甲你叫。不是啦，因为雨太大，我今日出去吼，压个蛋糕糕，大人分身。来五百块嘞，来五百，各位人要请无？倒数啊，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啊，恭喜你三个人客，顶下落来。剩下的我就不说了啊，不要这样。嘿，这就几个人到家了。不过今天你得花一大。你来花一个冰块，我给你再卖一个来，五百块。去纠结吧，阿婆你冲啊！我要买。你俩钱去啊？哎呀，我买啊！我冲出去俩钱，你听啊，来五百，阿婆拢知我要冲啥哦，真是卑鄙！干嘛这样？嗯，其实他不是来拍摄我的，他是来登这个机会的啦。跳啦，跳遐啥物事嘛，我当会得。对啊，顶头我袂只破二十块嘛是买，破二呢是只十块呢。你高富哪位？来，有买够无？还是我无买够嘛？我叫你当来绝对来了。乖，要甲你高富啊！啊，你嘛卖恁根本。到几只？到六只了没有？还有四个老妹对吧？对。爱吃完咯，吃，搁请吃，这两三四个人家，那边的来五百块我了。我已经准备啊。你拢知我怎啊话啊？来五百块，这个大个，我今无得用，搁一个啥？行情三百。存款哦，没关系，我不勉强，我不勉强，买一份就可以了，买一份就可以了。哎，我不要勉强你们买哦，你们拎不下的东西回去哦。哎，阿妈，我还给离婚的物件，我不爱叫你买。哦，但是你若爱吃，绝对是阿妈感情愈来愈好，两个跟我还给离婚，那太过分了。啊，真正要离婚，包囡仔，我会当做恁的弟弟，我有囡仔，过来要十外只面，来，来好吧。你先跟一只，对啊。因为我想我是演的哦，谢谢。懂来啦，来要吃鸡腿排，两百块来的。我直接哎，要吃鸡腿排的，谁要吃鸡腿排？帅哥要一份吗？来两百块来给，春节小两阿婆啦，五五的鸡腿排，三斤，来四斤，来五斤，来六斤，来七斤，来八斤，来九斤，来十斤，你来两百了，两百块等你。这两斤搁请你，一个客气大号哩，十二斤哦，你再来两百块的，十二只哦，十二只鸡腿哦，来两百块来。四斤、五斤、六斤、七斤、八斤、八斤，来十斤哦！你来这两斤，搁请你三位来用，这两行来两百块，两百块来。来，你进来好啊。那个朱小春刚吹掉。哇，好好来，两百块来，三斤、四斤、五斤来，六斤来，七斤来，八斤来。
三斤还是十斤啊？今天呢，我给三斤两斤，他就放下了。这十斤能发到多少钱？